大家好，我是吴奇，来自中国实验，非常荣幸参加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主办的世界华乐大赛2024。我参加的乐器是竹笛，组别专业成年组，荣获的奖项是金奖。非常感谢这次比赛，让我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实力，也让我更加坚信，只要努力付出，就一定有回报。学海无涯，感谢在学习道路上对我孜孜不倦、倾囊相授的恩师们，李正老师、周可齐老师、向思义老师、金振彪老师，是他们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并带领我领略了音乐世界的无限风光。当然，在此次展演中，各路高手各显神通，也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。在如此专业的平台中，提高自身的音乐审美和音乐素养，从而自行反思，努力成为更称职的民族音乐传播者。我是吴奇，来自中国实验室。今天是2024年5月31日，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华乐大赛演奏，演奏乐曲竹笛，组别专业成年组。